国立屏东大学第八届校庆运动会开幕典礼，典礼开始。主席请就位。奏乐。校庆运动会表演。这场表演是由屏东教育大学91级毕业刘安军教练及107级林曾林教练带领的至正国中和信义国小体操队，其中更有我们屏东大学的114级的学生蔡家如三代传承所辛苦排练成的。竞技体操是有着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地板所组成的竞技运动，是一个可以锻炼自己的平衡感和肢体协调的一项运动。这群学生们每一位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接受训练，学生们面对着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的前进，才有今天这么专业的空翻技术展现。表演更结合了活泼热情的舞蹈，相信一定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演出。屏东的竞技体操队在今年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就获得了一金二银五铜的佳绩，也在今年全国运动会的赛事中拿下了团体第三名及高低杠第二名的优异成绩。看见他们在舞台上的亮丽表演和自信笑容，是不是该来一点欢呼声呢？想每一个我没办法。
再次感谢新义国小精彩的演出，好，非常欢迎，谢谢。谢谢我们体育系一年级的同学，请举手。这位是我们学校屏东大学体育系一年级的同学，我们给他挥手，谢谢。谢谢制作。